一晚上了，铁资源瞬间就被炸死了吗？那个时候直接被炸死的数量，嗯，害怕。我先在河上面放一些枯光哦。好，好。哦，不要瞄我，吓我一跳。我蜘蛛网有38个，还蛮多的。我这边有13个。我把蜘蛛网放在箱子，还有一些岩浆桶，跟什么一些垃圾。哎、欸，那个杰克，你拿一下那个那些箱子的东西。好，岩浆桶也是，跟分一下。我在入口这边的墙壁的放那个、哦、枯工。杰克，你要不要离开一下？好的，我要。哦，繁星可以找我看有没有新的箱子。长得不是，对。TNT 好，可以了，我要。TNT 哦，哟。哎、欸，你还缺一个灵魂沙吗？没有没有，都有了。哦，好，你捡到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不要从山洞那边走出来哦，枯工会看着你哦。好，行。他们都把这里的树给打走了。嗯，这个为什么会有陷阱啊？我现在看到这些陷阱都会怕、啊。嗯哼哼。对，我记得里面还有蜘蛛网，至少要把蜘蛛网通通都带走。这次箱子有拿吗？有 ，TNT。我已经在打土地了。嗯，没有在旁边打木头。噗噜噗噜。哎，属于我们蜘蛛网收集了蛮多了。嗯，等一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用到蜘蛛网战法。等烈焰神啊，烈焰神或是那个蜘蛛那一些，行，大量怪物，嗯，新库工有几只啊？我这里还有12只，12只，感觉也不错哎、欸。等一下要放吗？好啊，我们就放那个蜘蛛网黏他们，然后放满怪、嗯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然后把那个。那个杀手兔也召唤出来。等一下过去的时候，左边我放一洞窟，有放一只枯工，所以杰克挡一下、喔。就左边洞窟吗？嗯。好。OK。左边这个洞。哎、欸，被补起来了。就我们等一下这边。补起来，被堵起来了。这边。这边走。箱子呢？这个蜘蛛的。OK。你快下来。你来弄他们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可以开始准备弄了。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盾牌，比较尴尬哎、欸。我只有一个，谁要拿盾？我其实用不太到盾。巧克力啊，你拿就拿了。好，杰克，你放右边的蜘蛛网好不好？好。对，就是让他们出来，要么打掉蜘蛛网，要么就黏住。那我在这里面塞枯工哦。哎、欸。等到准备好之后，我在这里面塞枯工。好，慢慢来。哪里里面？然后弄到我们就好。这边。哦，好。最右边那里，因为他们可能会打掉盖右边的。杰克，最右边那个石头那里。这边也多铺一点吗？对。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塞几只枯工在里面。你要放在里面哦。我要放在这边呢、啊，我要放在这边。正面可以射他们。正面也要放吗？对啊，你就放在正面啊，直接可以射到，你可以盖一下。吼，召唤就召唤在下面好了。他这四周不能东西挡到哦。我召唤在这里觉得如何？说明他们会下来。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可以。等时间到时候再召唤。然后我、欸、头上可以有蜘蛛网吗？等一下打掉就好了。行。你们要不要订几颗枯工蛋啊？你要一起放是不是？对啊，多放一些。来啊，给啊，多盖一些啊，丢一些下去。不会弄到我们吧？杰克，你有拿到蜘蛛哈？有，等一下放吗？对，等一下放。你会吗？
不太会。就等一下放啊。放心，就哭工给你。好啊，你要放哪里？30秒的。就地上都可以。行。最后再放哦。好。再放哦。我不是杰克。可是我是怕没有召唤出来，有点怕。不会啦。会啦，会啦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要那个。挡好。对。大家各就各位。好了，我要放酷工喽。好，我也召唤了。召唤。被射到了，打到一下。我被打到了。没关系。哎，他们有火焰酷工，要赶快跳出来。火控烧死了，火控烧死了。好。烧死。有了，哈基受伤了。有，多扣一点。哈基连中三阵，哦，中，哈基被连打，哈基快死了，哈基快死了。哎呦！团团也中了！哎，要不要顺便找一下？哎，又要找？要找箱子？要找？要。我去对面找，你们看看这里。嗯，有没有人会死啊？杰克，你也过去是不是？二零快死了！杰瑞死啦！被蜘蛛给干掉了。看来那个蜘蛛网的战法还不错。我团团还在受伤，团团还在受伤，还在受。我这边有黄金，只是没铁镐。团团快死！有两组的蜘蛛网。哇！哦，再来，再来一次。哎，酷工还在吗？你要回来哦。对，你要回来哦。怎样？这酷工都死掉了。死掉了。烧死啊！这酷工烧死了。嗯。没事。哎。留下好了。还好，这反应都在那。再一波！啊，以为一波就结束了吗？没有啊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那边窟窿什么的清掉，因为我们也没有盾牌。没关系。来了。一样，分一半出来。我们，你有拿号？有。好，那就再一次啊。蜘蛛网战法，关键是左跟右，最右边那边也要有，这可以打掉吗？就是再一层，让我没有，我那个就是要给他那个，他这样挖的话会掉下来。我懂你意思。对。好。我们手上还有什么？他们写满了。为什么回血了？他们找啊，复活图腾，地牢里面有东西啦。复活图腾吧。嗯，可能是。哇，这样我们要牺，不行，牺牲一个人来不及了。哎、欸，那个，繁星，等一下放那个戒符盒。好，我准备好蜘蛛。好，蜘蛛全放了。哎、欸，都补好多哦。哇，他其实补满了，他团团也快死了。哎、啊，蜘蛛怎么跑出来了？我放的，他笨了，他笨了。好了，我要放酷工了，你们先退啊！放，都放。哎呦，我被打到，没关系。啊！啪！酷工没放好，被打到一下。左边有一条路。酷工还在，我们上面的酷工还在。直接冲！你犹豫越久，越被打到。走！可恶，有不死图腾！你干嘛啦？杰克，你打，你把他打过来干嘛？帮我打！哦哟，找一下那个发光的。哇，让他们两边的都拿走。嗯，他们现在有人可以看。对，先死掉的还是有一点小优势。哇。杰克，你去看对面山头的哦。我已经到对面了。我知道。这里没东西。啊、哦，有中介珍珠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那是上一场的吧？中介珍珠配蜘蛛网，对。对，还有35方块，所以我们又有蜘蛛网了。嗯，我这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丢了。我们现在缺怪。啊。只是这边的这个蜘蛛，对不对？窟窿还在，嗯，哎呦，另外一片的窟窿应该也还在，不仅还在，也会射向我、啊，
我原本想说要过去放蜘蛛网的，不行。这个吗？繁星他会射你，繁星哦，原来是上面那个，上面的炮台他们没有打、啊。嗯。如果可以在那个枯宫的上面淋岩浆，它就变成火焰弓箭了，对吧、啊？会，可是会烫到枯宫，会烧到枯宫，因为它淋岩浆应该不会流进去吧？没有没有，会那个角度会，除非你有帮它盖屋顶，它的屋顶要再拓宽成十字样子才能淋。对，可以啊，可以从它背后上它，它看不到你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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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去拓宽，我去拓宽，你们有岩浆吗、啊？在我身上，在杰克呢 ？OK OK， 有一桶。我有两三桶，音乐音乐，看我看我，我丢下去了，这样，右上三桶，地上，还有40秒，可以的。杰克，是，看一下时间，算了算了，已经要到岩浆了，你就这样了。所以我至少留个火焰的给他们。小心不要烧自己就好了。好，快走快走！哎呀，摔了半个，摔到了！哎呀，应该沉个水啊！对啊，改装水。有，我装了。等一下，门口的窟窿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清哦。有三两，小心哦！有两只还在，冲！开始有微微无敌。要戒符喝！小心！他过来了，我被打到了，有水，我被打到了，我飞起来了。你身上也有那个，老虎那个，等一下，那个水流，你也可以直接过来，对不对？我在打那个，你也可以直接过来。好，你要不要慢慢走过来啊，大哥？行 ，TNT 矿车跟铁轨，这一次的吗？嗯。之前没有吧？有啊，就是用 TNT 去炸那个啊，那个度。放心，你要这个下面这个 TNT 拿一下 ，TNT 铁轨啊，这下面的，把它打成 TNT， 我们等一下可以用一下。哇，他们都没扣血。有啦，哈基有啦。哦，哈基扣了一些。嗯，这一场的箱子还是要找一下。不是这个吗？你们不是先踢的，不是铁轨吗？那应该就是了吧？应该是啊，应该是。这里都没有吧？对不对，杰克？没有。啊。我觉得可以继续拼搏一下，用一些 TNT 看可以做点什么事。现在路口那边有点危险。没有，是在这里，因为他们一定会。走来这里吗？你说财吗？嗯，你说中间那条路吗？对，这里有半线沟跟线，我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现啊，但是还是可以试一下半线沟陷阱啊，放 TNT 炸也是可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要做一个陷阱储物箱。你们在哪里？哎，可以啊，杰克怎么弄？你需要什么？就用半线钩了。半线钩四个，杰克后面这里，你走掉了。半线钩四个。啊，没有啊，箱子、半线钩跟啥？红石我也有。箱子跟半线钩吧，看一下。你说陷阱储物箱吗？对啊，对啊。箱子跟半线钩就可以了。嗯。你等一下来这里放哦，还有20秒哦，赶快。来，一个一个。